啊，三小哦，对，好痛哎，要哭真的会哭哎，好屌，看着就打不出来了，真的，对，这感觉真的超差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黑玉，欢迎来到我们的动漫注意猜谜。哎，有，没错，这是算新的系列，也是参考三个麻瓜，都是三个麻瓜。应该致敬人家的，是致敬他，致敬他们。那今天的注意猜谜是这样的，左一说都是四个字，你都出他的注音头吗？头的意思，像是海贼王呵之乌这样，然后你说范围是全部，对，航海王就没了，有新有旧，更前面一点，有到1996之前的，对。好刺激哦！好，各位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点喜欢。耶！好，那我们这边是我们就开始呗。吃屎，吃屎之日，可以不要一个舞蹈编的。啊，成神之日，成神之日，成神之日。我这么喜欢这一部作品，我竟然没猜出来，这一部是神作啊！大家一定要去看，一定要去看。好，第二题，鸡丝，鸡丝，好难哦，其实意外的有点难，对吧？金吗？金，是金色狂风。金色琴弦啊！我靠，琛琛，你找到你擅长的怕了！哎呀，我在挖掘大家擅长的东西耶！来，金色琴弦，看完了，完了，么么歌姬，妈妈，不要讲，妈妈，我原本想到魔什么魔，魅魔，哎呦，魅魔歌姬，后面两个字应该是歌姬没错，有可能是歌姬。对，或是什么什么歌姬，或是歌剧，歌吉拉，啊，打错字，你是不是想打妹妹公主？啊，还暂停可以，不是啊，我刚刚就想猜妹妹公主，但是我就想说不是啊，哇，你太猛了吧，三角，连题目错了也都可以答对，人家的误判都考量进去了，太猛了。好，哎，下一题，乐乐四次，有那么多，打错字，等一下，你又打错了，为什么啊？这个是。乐乐丝吃是吃吃饭的吃。乐乐丝吃，我只看过裸球社，怎么了吧？流浪神差。好看。哦。你好屌哦。真的很屌哎。我要被痛宰。我会不会20啊？000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下话你完全比赛是不是？好奇怪，怎么会这样？身体有错，我可以啊。没事 ，OK。科鱼哥吃，考。好难，你们可以念出来，可以帮助一些想法。科鱼是什么？科鱼，这一题我没想法。科鱼就很难的，什么空云或者是……放弃了啦。好，我放弃。放弃，不知道。其他两位 OK 吗？放弃。还是我来思考一下。感觉有想法吗？没有。好，比想说难的。对。答案是枯雨公孙。枯雨啊！哦哦，我不熟这部。可是有听过，绝对可以答。哦，没有，因为你知道我是念绝，对对对，哦，对了，对了，绝，他是有人会念错，中文不好。来，下一题，特级之屋，特级厨师，特之屋是什么？植物，哎，捕食植物没有？哎，我觉得我被带歪了，我觉得我被带歪了，不是，织有什么织王吗？我刚想后面是织纹。哦，也有可能是圣诞之吻。我刚刚天降之吻。天降之物。啊，对了，天降之物啦。差点。天降之物。哎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乌应该还蛮好猜的，就是从乌去推。乌没有很多组合。对对对，它组合比较少，所以从乌去往前推。哇，你的之吻给我很大的提示，谢谢。哦。大家可以多讲一点，我们可以互相，不要让琛琛赢。再来，知识，你有打错吗？和物品嘛，不是物品，因为动漫的东西都不是那种常见的那种东西，很难。乌喝物品，乌喷，不洗乌喷。那个泼好难。贼。那泼你讲讲看。炮。潘。牌。王牌。啊。我操！啊！谢。完蛋了。我为什么要讲出来？来，旭旭给旭旭。钻石王牌。哦哟，钻石王牌，谢。哎呀，鸡哒乌哒。这个就超过20年，我觉得。超过20年，我也才25岁。鸡进大进的
的无的弯刀，弯刀，好变态，弯刀好像有，弯刀，问答，什么时候问答？哎、欸，是吗？说不定有机会。王道，问答，恋爱问答，哎、欸，哦，来给你，你先答，绝对无敌啊！是吗？对耶，正确的，看，你好鬼啊、喔！绝对无敌，他是什么作品？雷神王啊。哦，他是那个机器人的，好强哦！来下一题，鱼之试吃，鱼之市场，正确答案。哇，干你！没有啊，这个很简单啊。哦，是啦是啦，鱼之试吃多念几次应该就有鱼之试吃。可是他念一次就会了。对，不掉。来第十题，五喝一七哈，一七二零零零起，念念来，我与我会。对，真的很难。而且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答对其中两个，对，就会了，就一定组得起来。所以这也没办法。我想问一下，他是前两个、后两个这样吗？对啊，是啊。是吧？对，庆，一庆，顶庆，不行，我觉得我要放弃。哎，我觉得你要计时，我们到一定程度，然后我们就要放弃那一题。什么？五分钟好，我们已经超过了，我们可以放弃了。答案是文豪野犬。啊，真小。哦，对。对啊。要哭真的会哭哎，好屌！有看，但是又答不出来了，真的。对，这感觉真的超差的。实际现在比分是1151，我在平手哎耶。所以我们共同目标是谁啊？明显的，来，十一，哥弗斯呢？干法师呢？打团的时候没有法师，对对，干法师。选完角大家都锁定，干法师呢？干没有 AP， 干超好笑。哎，我应该知道后面两个是什么。那你可以说说看，没有不行，没有，你说一下，你说出来。高分少女，正确答案。哦、哎，我想打什么少年？哦，少年。你刚刚讲说，我好像知道后面是什么，我就少年。然后我刚才在想少年，少年，少年，高分少年，高分少女，高分少女，女可不可以？然后我才反过来继续看啊，对了，其实也可以。少女，哎呀，六六六六六六，十二十二，基乌西斯。骂人哦！西乌西真的很像骂人，西斯都对哈，想死。错了，哪一个？这是尸。哦，另外一个尸。是吗？杀吗？最后一次感觉会是杀哦，尸或杀，这两种比较常见在作品里面。有提示吗？对啊。我没有讲到这个，现在目前没有。好，那你可以自己提示啊。新房招资不导演。做起来了。绝望先生。正确答案。还有哦。哦，新房招资真的蛮明显的，赞赞赞，我喜欢。你喜欢这个题材？再来下一题，想想干，想干，哈啊，资呢？资呢？稚嫩。哎呦，不要再，你知道在带歪吗？稚呢怎么那么难？稚呢是什么？稚嫩呢？不是不是，稚嫩啊，稚嫩。是不要再讲稚嫩了，我会被带歪的。稚棉丝。哎、欸，知什么？知男，最强知男，国境知男。也还有一分钟。看，我觉得我们一定是知道以后，我们就啊，那种会有点崩溃。崩溃。渣渣男，渣男。还有什么提示吗？五秒了。好好啊，时间到。来这种。雕塑宅男。哎呀！可、哎、以、哎、把男讲出来。好烦哦！渣男都讲出来，再换一下就可以进来了。我在想什么男什么男，但我竟然没有想到宅男。啊，好难哦、喔，怎么可以这么联想不到啊？来，再来十四题，大吉吃吃鸡吃吃吃吃什么吃吃还有什么吃餐餐餐餐主，我就知道东京餐主。他刚刚拍下去，大概过三秒我才 get 到餐。啊！好，来哦，下一题。下一题，博大。我的舒淇，舒淇。嗯，这应该是我目前用过脑用脑最深的一个主题了。来，你给个提示。贝德。这部不是近二十年作品。超越。太老了吧？太老了吧？那我不知道。那我不知道，那我应该不知道。我们有听过吗？这么笃定啊？有
下吧。很久以前老作品，然后他说蛮有名的，而且觉得我们一定听过。我们一定听过。对，我非常笃定。那我要想那个什么，以前动漫台会有哪一些作品？痛苦啊！好痛苦，这次怎么这么痛？头都好痛啊！加五加油，建构。3、2没了。1来，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北斗神拳。杀了我！我脑袋好痛哦！而且重点是我们知道以后会很崩溃。神拳，为什么我想不到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想到神跟拳这两个字，真的好烦哦。16，知识喝知，我们可以分享，分享自己想得到的。喝有什么？好，汉什么？什么什么汉什么？合战？楚河汉界？感觉有一个是战吗？会战？战士？对啊，战士的战是什么时候的作品？他已经开始要药品，最近的还没有完结。动画有继续出，有要继续，有要继续出。这出完了前几集还对，是的，然后已经有爆出，就是会战。哎呦，完了，我刚想说好像不应该这样讲。啊，为什么我想不到？为什么我想不到啊？为什么啊？不合理啊？哎，对耶，我觉得我已经脑力耗尽了。啊，出八王女，哎，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很简单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是女的关系，女跟男。哦，这有一个新的脉络，这一个，对，有些脉络，我觉得有脉络。第18题，多西西兹，喜钻，喜西兹，喜钻喜钱，啊，福星小子。正确答案。哇，这个好久哦。我刚刚说什么飞翔什么的。你怎么了？你开始开窍了？开窍了？上线了？开窍了？开窍了？你要输也不能输太多。我觉得你应该已经超越我了。鳄鱼。鳄感觉没有什么很多组合哎。对，鳄就鳄吧。鳄。我觉得一定是鳄鱼。全员鳄鱼，正确答案。什么什么什么？全员鳄鱼啦！啊？你没听过对不对？上去那是去年吧。现在知道得分吗？因为好啊，现在知道得分可以。现在3还4？16，然后3、5、1。哦，你现在最高。哎呦，后面开窍了。我脑袋不好，怎样？我大学毕业。我来。最后一题。无知的题。无知。有没有乱带？无助。哎、欸。敲下去就是他没错。武装炼金。正确。武装啊，所以我们的最后的分数是我1分，许群3分，然后杆子6分，琛6分，哇哦，我们好平手哎、欸，可是好难哦、喔，这个要绞太烧脑了，救命，绞尽脑子去想这些东西，而且我觉得这适合所有人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猜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就特别简单，有些特别难，你看《咒术回战》这个。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很难。我觉得那个活了还蛮久了，就是到很后面提示出来他才啊，做错了这样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。难道不好？我第一次来这边拍，然后就是有这么烧脑的感觉，烧脑就感觉起来今天完全被榨干了。你们今天来是很 chill 的那种。有没有这个超级炸，我现在脑袋一片空白。好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各位观众喜欢电影票的话，或者喜欢电影喜欢呢、啊，别忘订阅 OK 频道。然后追踪许许的 IG 或者是粉专，然后订阅感情频道。好，就下回见，拜拜，拜拜。